大家好，我们平时呢抽烟都是这样把香烟打开，哎，然后抽的，对吧？其实呢，我们可以从这个香烟的下面这样破个洞，破一个洞，这样拿出来。尤其呢是现在是疫情时期，避免用手接触这个过滤嘴，我们在给同事领导递烟的时候，是不是显得更加的卫生？更加的尊重。